是各位旅客，欢迎来到北京。我们飞机靠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航空站楼，飞机还需要缓停一段时间，您不要站立，并保持手机电源关闭。等飞机完全停稳后，我们将扫亮全部客舱灯光，届时请您整理好全部行李物品下机。开启行李架时请小心，您将运的行李请到机场到达停机区。我们继续搭乘海南航空国际国内航班、大清华航班的旅客，请根据地勤人的中转指引办理换乘手续。海南航空在第一航站楼二楼出发厅为您准备了高端舒适的中转休息室，免费提供中转候机服务。没有疑问，我们地勤人员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作为本次航班的乘务长，代表全体机组成员，感谢您对海航一直以来的支持。不期而遇，相伴相惜，海南航空期待与您再次同行，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Beijing. We will be arriving at number 1 at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Please remain seated.